9月8日，网传在江西上饶吴越广场内，一名女子与瓷器摊贩发生冲突。视频显示，该女子边辱骂摊贩边砸瓷器，最后还用瓷器砸人。摊贩反击时，女子逃离现场。9日，旭日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，起因是女子想坐一下摊贩的位子，摊贩没同意发生冲突，自己会将此事反馈。据说好像是他想坐那个人的位子，然后他店家说了什么不同意还是怎么样子的，然后他就砸人家东西了，还砸了人了。